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啊，现在讲的比喻瓶，利比当中有总比有别比，现在是讲别比的，这个分别说出这个比喻的用意啊，那么经文是在第82页。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第二舍机用车比，第一是长者见火比讲过了，舍机用车比有两段，第一是舍机，第二是用车，现在就是讲的用车比，这个意思就是说，开头长者本来打算跟这个火宅里面的珠子们跟他说，里面火周围正在烧啊，你们赶快出来，否则要被烧死。如果把这个实话跟他们说呀，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火，什么叫做烧，有什么伤害，他完全不懂啊，那跟他说没有用。那么这就是比方说佛成佛以后出现世间，如果一下子就跟众生说他所亲证的一佛圣法啊，显实，就把这个实际理地的亲证境界就说出来呀、这些众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然后打算如果只说这个火宅的苦恼他不能接受不了解，那么就那长者自己想办法，我身手有力量啊，我可以用茶几用桌子用种种的器具用衣戒等等啊，把这些珠子们用装啊，硬是把它端出来抓出来，那么后来想想不行的，门很窄，假如万一拉不出去的话，一样是会被火烧，那是不行。那么这就是比方佛有广大的伟的神通智慧啊，例如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种种的这个神通妙用，那么是不是可以运用这些把火宅里面的柱子们把它救出来呀？还是不行，因为他自己不想出来呀，你抓也抓不出来，你抓出来还到门口他又跳进去了，那你还是没办法。所以佛度有缘人，无缘不能度，因缘没成熟之前你是硬性要度他也是度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比方佛，虽然是有具备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的广大的神通妙用万德庄严，但是这些三界六道的众生乃至三圣的根性他都不能了解，也是没有办法接触啊、那么因此之故上面的这些办法呀都不行了，不能直说实法，也不能运用神通武艺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小孩子喜欢玩，有的玩了他就高兴，你跟他说有什么苦他不能接受，那你只要给他玩，因此长者就想到，那好了，那我就用一个办法，权巧方便引诱他出来。所以这个第二就是用车比，那么用种种的羊车鹿车牛车等啊来引诱他出来，说这个东西很好玩啊，你喜欢玩吗？我这门外有好玩的东西，你出来好了。所以这个用车比呀、有四段。第一，你以三车比打算要用三车呀来引诱火宅内的众生啊，使他出来。
那么这就是说前面的方便品第五十七页，第五十七页，寻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到，一应说三圣，就是说明这些道理。方便品里面是把这个实际的道理呀、说出来，现在用比方。那么既然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诸现世间都是先说方便，先开权后显实，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也应当要先说方便后显实吧。所以啊，他就打算了要用三车来引诱出来。所以经文在第八十二页，第八十二页的第四行，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色以为大火所烧，我即烛子若不识出，必为所分。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得免死害。这一段就是打算要用三车引诱这个三界内的这个所有三圣根性出来，所以叫做你以三车比。那么长者想到这个火已经烧到周围来，很危险啊。那么佛应现在世间，那么度众生的因缘也是有一段起先的，时间到了也要入灭，所以如果不赶快趁这个机会度这些可度的众生出来的话，那么等到他的度众生的因缘告一段落了，也要入灭。所以说我跟诸子啊，如果不趁这个时候出去，就会被火所烧，就是众生轮回六道不能出离，佛应现世间的期间满了也要入灭，所以叫做必为所分，同样要遭到这个无常的。那么因此赶快要用方便，所以我今当设方便，我应当要建立一个权巧方便的方法引诱他们出来，所以令诸子呢得免死害啊，使令这个三界内三圣根性的众生啊，不遭到三界火灾之害啊，引诱他出来，这是第一啊。你以三车比，打算要用三车引诱他出来。第二，知子先心所好比，长者知道自己的这些诸子们，所谓知子莫若夫了。他知道这些儿子们呢，他所喜欢玩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啊？他先心一向所喜欢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引诱他。那么这就是说前面方便品的句诵里面所说的，说是四维是十方佛皆现等啊，说明这个道理啊。十方佛都赞叹哦，善哉释迦文呐、第一次导师啊，应当先开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经文说父之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真玩奇异之物，情必要着。长者父知道他的儿子心里一向所喜欢的好玩的东西，他所喜欢玩的是一些什么呢？长者内心知道的奇奇怪怪异样的东西他的心情必定是很喜欢很爱着，所以就要引诱他出来这就是第二，知子先性所好比，知道他们所喜欢的是什么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接下去就要建立方便了，就探三车西游比门外有三车引诱他出来而告之言：汝等所可完好完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有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一束火则汝一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于汝。这一段就是赞叹三车西游，三圣法很殊胜，很稀奇少有就是用三车引诱三圣根性出来。这一段文里面呢，上次萧文师说过了，里面含有就是佛成佛之后即去波罗奈
啊，那么转世地法轮了啊，诸法即灭相啊，不可以言闲啊。那么以权巧方便为五比丘啊，说这个三转四地法轮这一段，就比方在鹿耶院初转的这个三转四地法轮啊，经文里面所说的而告之言，汝等所可晚号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有悔。这一段呢，就是比方佛初转法轮的时候的三转呢、啊，三转其中的劝修转，比方劝修转。本来三转法轮呢、啊，先四相转，第二劝修转，第三作证转。但是这个比方的文一啊，是先说劝修转。就是说，哦，我这个很好玩的东西啊，很稀奇巧又很难得，你不赶快来取的话，以后你会忧愁而后悔没有得到。那么这个汝若不取，后必有悔，这两句话呀，就是劝修啊，说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呀，你应当要赶快来修学，不修学以后你会后悔的，会失掉这个聚会啊。这个三转里面的劝修转是这样的啊，此事苦，你应知啊，这是苦，你应当要知道；此事急，你应断啊，急地是烦恼业种，你应当要断除，才能断苦啊。此是道，你应修；此是灭，你应证。所以这就是所谓劝修了啊。那么你应当要知苦而断集，目灭而修道，这样子劝他们修行啊，才能证果。这是本来三转里面是在第二啊，劝他们修行。那么配合这个比方的文字啊，因为他先说你如果不取的话，以后你会后悔的，那么就是说你如果不修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出三界的啊，这就先劝修。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这就是第一四相转，这是比方四相转啊。我的门外啊有很好玩的车子，有许多种类，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这就叫他们修行断见思惑啊。那么门外有三车很好玩，你赶快出来，就有这个好玩的东西给你。那么这在三转里面就比方啊四相转，开始四谛的这个相状，跟他说明四谛，就是此事苦，逼迫性；此事急，招感性；此事道，可修性；此事灭，可证性啊。那么苦集灭道四谛，先说明苦是必定很苦恼的啊，苦必定是苦，不可令乐。啊，这个在佛遗教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天上的月亮本来是清凉的，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它变成热的，天上的日光本来是热的，可是有神通的人可以把它变成凉的，但是世间的苦绝对是苦，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快乐，极地绝对是苦因啊，没有办法使它变成落因，所以呀、啊，这个苦是实在的苦，就所谓叫做谛。谛则真真实实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审实为一。世间的苦谛啊，无论你怎么样子科学发达，这个苦还是没有办法消除的顶多让你现在物质上多一点享受而已。可是科学再发明啊，也没有办法发明到人不会死的方法，
啊，你看看这个世界的科学家，他很会发明，他发明了好多奇奇怪怪的药，能够对治任何病，可是他就没有一个办法呀，能对治人不会死的。哎，我发明一样东西，让你吃下去不会死，有没有啊？没有。不但是没有啊，这个科学家还要先死呢。啊，他用脑筋用太过了，他要死在前面。所以呀，这个不管你科学发明的再好，没有办法死人不死，生老病死永久不能免的。药越多，特效药越多啊，病就越多。哎，你看这个世间上的东西，那些啊虫类，啊，这个农作物的虫类啊，以前没有农药，它还不是照样收成啦，一样有的吃，啊，那么你发明农药了，哎，慢慢它的抵抗力也来了。啊，那你药分呢，越来要增加，不增加，没有办法，压不住，它照样是生虫。为什么？他们也会训练这个抵抗力啊，它也有这个抵抗力。结果那个农药用在哪里啊？用在人身上，吃下去，大家自己吃下去啊，这个等于是慢性自杀啊。那么，所以这个世间上，这种的苦啊，生老病死啊，这些苦恼，无论你怎么样子发明，没办法免，啊，这苦地绝对是苦，逼迫性，逼迫身心啊，这是苦事。极地是招感性，有烦恼种子、贪嗔痴的人必定会造业，啊，不可能不造业的，造业因种成就啊，必定要受苦，所以苦啊是逼迫性。急是招感心啊，那么那你想要出离吗？那就要求证灭地涅槃了。灭可证性，证灭地涅槃，有出三界才能离苦得乐。道是可修性，三十七道品戒定慧等啊，修这个法门呢才能出三界。所以跟三圣弟子们说啊，你们要知道羊车、鹿车、门牛车都在门外，很好玩啊。啊，那么可以游戏，你要怎么样子游戏？坐羊车、坐牛车，啊，随你意啊。那么你要游戏，外边有的游戏的，所以呀，用这个办法引诱众生出来。然后如当一次或者一处出来，啊，随你所欲呀，皆当于你。这就是做正转。第三，做正转，证明啊。苦集灭道四谛真理啊，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亲自证道的，啊，他是过来人，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释迦牟尼佛是个过来人，他亲自经过这个路线，所以他对五比丘说，啊，此是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我完全明白了。啊，而且我已经出苦了，此是极，我已断，我已经断掉极地的烦恼苦因啊，啊，这个见思烦恼等这些种子我已经完全去掉了，所以此是极呀，我已经断了，你们应当断。此是灭，我已经证到了，你们应当要证，这是我已经亲证这个涅槃，所以才教你啊。那么您现在就跟我的办法也要这样子修学啊，那么此是道，我已修道低啊，我已经修好了，我已经修成了，那么你们现在我教给你，你就要好好去修啊，啊，这就是所谓做正转啊。比方里面就说，如的一次火贼如一速出来，随你所欲啊，皆当于你啊，那么你赶快超出三界，依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去修行，啊，赶快出来，啊，那么出来这个大门之外呀，我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都会给你，啊，通通会满你的心意，你要什么有什么，啊，这就是用车的比方啊，啊，来引诱诸子出来，啊，上次下文就讲到这里了，接下去是上次还没讲的。第四，世子所愿比，
哎，下面这个方法用对了，全桥方便，用三车引诱他们，用对了，他们听到游得晚了，这个珠子们就跑出来了。所以经文说，儿时珠子闻父所说真晚之物，事情怨故，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贼啊！听到门外有的玩啊，他们就抢救出来了，大家都相争呢、啊，抢救出来。这段文，古代的注这个解释里面呢，配合就是天台藏教里面的啊，从三资量四家行修行到正四国啊，所以文字很少。可是配合的道理很多，如果要细细的讲的话要很多时间的，我们最起码简单说明一下，就是配合以前听的四教仪，四教仪里面藏教啊、藏教的修行位次啊，声闻的修行位次啊、从三资量四加行起里面就是配合这一段文。儿时就是长者用三车引诱火宅里面的珠子们，这个话说完那个时候，珠子就是三十子啊，前面说的三十子就是三圣根性。闻父所说真丸之物，听到长者父在门外叫他们赶快出来，外面有好玩的东西啊、很珍贵、很好玩、很特殊的物品啊，要他们出来。是起怨故，时适合了，适合他们的心愿，适合他们的心愿。什么心愿呢？好玩，要玩啊！既然适合他们心愿要玩的，这就是配合基根基，以佛所说的方便的言教，完全配合，相成合了，完全配合，这就是文会。文思修三会当中属于文会的开头啊、那么配合藏教声闻会的修行啊，这就是五停心四念处啊、就是三资量会。三资量会听到声闻的教法，听到佛说的四谛法之后啊，先修五停心观，对治自己贪嗔痴烦恼最强的，先下手对治。所以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愚痴众生因缘观，乃至善乱众生速息观，多障众生念佛观，以这个五停心观呢，先下手，先下手修行。那么就是先对治贪嗔痴等分四种烦恼当中最重的，先下手对治，看你是哪一种烦恼重。如果是贪心中，先修不净观；嗔恨心中，先修慈悲观。啊，这样子一一对治，成就了，那么进一步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这就是三资量位的第二别相念处，个别修对治啊、身受心法，对心对身观不净，对受观苦，对心观无常，对法观无我啊、那么修这个四念处观，先修别观，一个一个对治别观。别观修成了，然后总观，总观就是观身不净，不但是身不净，受心法皆不净，啊，观受是苦，不但受是苦，身也是苦，心也是苦，法也是苦，啊，观心无常，不但是心无常，身也无常，受也无常，法也无常。观法无我，不但是法无我，身也无我，受也无我，心也无我啊！每一法呀，都这样子啊，一一总观，这个叫做总相念处。
别相念处修成，就修总相念处。那么总相念处修成呢，那就是所谓三智量位成就了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是指所愿的是其愿故，实合他们的心愿，他这样子修学啊，才能够超出这个火灾啊。那么既然是实愿是文辉啊，那么其次啊，心格勇锐啊，很勇猛精进的修行啊，他用心各个很努力来啊断烦恼啊，这个心就是思虑啊，观察修观啊，修观的心啊很勇猛啊，观这个思念处啊。那么这个勇猛精进观思念处，由别相到总相，勇约了，很勇猛很锐利啊，勇猛而锐利的思挥观察思念处啊，就是同时在修啊，观察思念处，这就是思慧成就，正在进入修慧。如果以三十七道品呢，这就是四正勤，四正勤啊，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速令断，未生善啊速令生，已生善令正长，这就是四念处其次的这个四正勤啊。那么修四念处四正勤啊，到总相念成就啊，那么就成就三智量，其次就修四加行了，正是修慧。四加行开始啊，完全就在修慧里面下功夫了。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夫相推排，夫相推排，在比方上是说门很窄吗？啊，这个火灾的门又出来啊，很窄，那么只能通过一个人。那么这些三十子们，他们人很多啊，大家抢住要出来呀、啊，你推我，我推你，所以叫做互相推牌啊。我也想要急住要出去，他也想要急住要出去，彼此推过来推过去，所以叫做互相推牌啊。这个互相的互推牌的这个互相啊，就是这个时候正在修行啊，邪跟正正在对决。对决怎么说呢？心里呀、啊，有的时候动杂念，有的时候动正念，啊，内心里面在哪里矛盾呢、啊？打仗，内心在打仗，善心所跟恶心所啊，他在互相对峙，啊，这个恶念起来了，善心所对峙他，哎，你这个不行，我要修行啊，你这个恶心所不能起来啊，他动什么杂念，他正念就起来对峙他，这就是互相推牌，心里互相推牌。啊，修行要就是要这样下功夫啊！您记住这个"互相推牌"这一句话，啊，要观察内心里面的杂念呐、啊，正念跟妄念彼此互相推牌，啊，妄念来推正念，正念再推妄念，又把它推出去，啊，这样子啊来对付它。那么这就彼此互相推牌啊，就是能够压服烦恼种子。能够压服烦恼种子，这在声闻的修行阶位当中啊，就是修四谛观、四谛十六行观，观四谛法啊、苦谛下四行啊、极谛下四行、灭谛下四行、道谛下四行、苦集灭道四谛十六行观啊。那么正在修观的时候，杂念要来打岔，就是推出去啊，杂念来推出去啊，正念再提取来修四谛十六行观，就是推排，排是排挤啊，把坏的排出去啊，好的推进来，坏的排出去，好的推进来，这样子互相推排对峙，对峙烦恼的时候啊，真正就是下功夫，好像打仗一样啊。就在战争呐、啊，内心在带战争呐、啊。哦，这个内心的妄念跟正念在打仗，在战争的时候，看谁赢谁输啊！啊，最怕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如果是魔高一丈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正念呢、啊、也会退却一下子啊。但是不能让它整个退下去，要好好的下功夫。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
开始互相推牌的时候，就是修会的第一步啊，四家型的暖位，暖位好像钻火啊，木头钻火钻的这个发暖了，慢慢要冒烟了啊，就是暖位啊，等到快冒烟了，就是顶位了。顶位是暖位顶位都在这个互相推牌这一句话里面包含啊。那么三支量四家行，四家行位当中的暖位，第一暖位，第二顶位，这两个阶位啊都在互相推牌的这一句话里面啊。那么正在推牌啊，就是修四地十六行观。那么修四地十六行观的时候啊，那么完全贯欲界的四地下十六行啊，那么这就是互相推牌。进贡持走这四个字啊，一个字就对一个位置，进一个位置，贡一个位置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到了这个进字啊，进是真经了啊，我也要出去，你也要出去，彼此真经啊。这就比方这个修行生活阶位到了这个忍位，到忍位暖顶忍，忍位最难，这一关最难通。这个忍位所以时间要花得最长啊，有上中下三个阶段啊。下忍位啊，要通贯上下八地啊，上二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定境，空居天的定境，所以为上四地，就是色界、无色界、苦集灭道四地，各个有四观，就是四四十六行啊。原来的欲界四地也是十六行观啊，在暖位顶位的时候单修欲界四地十六行观，到了忍位的下忍位啊，总观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总观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了、啊，这个功夫就要下得很大了啊。苦地下有苦行，有空行啊，无常行，无我行，这是苦地下四行啊。这个极地下四行就是极行、阴行、圆行、生行，即阴缘生四行。灭地下有四行，灭、净、妙、离啊。道地下有四行，道、正、寂、圣啊，有这四行。每一地有四行，上界有四地十六行，欲界就是下界啊，有四地十六行，这样子合并起来都贯啊，叫做总贯上下八地四十六行贯啊，三十二行贯也统统要贯，这样子啊就叫做净。净这个净字就是总修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贯啊。关于这个每一地下有四行贯的这个名目啊，在讲四教仪的时候是讲过了，但是要重复温习一下的话，我们关于这个解释这四地十六行观的名相啊，留到后边性结品再讲。比喻品讲完了之后，到了这个性结品啊，它又有比方一样的比方，那么到那个地方啊，就不要详细讲这个上下八地的修法，只解释这个四地十六行，那么就可以分开来啊，不要把这个时间一个地方占得太多。那么这是净，那个供字啊，供字就是修疏贯啊，减圆减形的疏贯啊。前面净字是总贯、变贯、通通贯，叫做总贯，也叫做变贯，就是通通修贯，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贯通通贯。现在这个供字就配合这个中忍位。配合中忍位，中忍位就是修四地十六行观里面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啊，修疏观，慢慢往内疏啊，从这个道地下往内疏，就是修三十二次啊，一共有三十二行吗？三十二次，那么疏行啊，减圆减行的疏修
往内缩啊。比如说第一次是从苦地下的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次第修呢，一直到道地的道正即圣啊，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通通观，观完之后啊，慢慢减呐、啊，往前往里减，这第一次减到道地下啊，这个上界的道地下的圣行，道正即圣，减去圣行，这是第一番。第二番减即行，第三番减正行，第四番减道行。那么到了第四番之后，到了第五次的塑行啊，第五次的减行啊，那么就不惯上界的道行了，不惯上界的道行的四行啊。那么道地为源啊，有四行，那么道行同时就是减道源了，减源也减行啊。那么减行未必减源，减源必定减行，减道地之源呢、啊、同时减掉道地之行，所以叫做减源必减行。那么减行例如说减圣行、减即行、减正行，这个时候不减源啊，道地之源还有保存住，源是原力呢，内心观想的原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只减行而不减源，到了第四番减行也减源，减掉道地之源。那么这样子往上界先减道地，其次再减这个欲界的道地，一样的五六七八啊。那么到了第八番就把这个道地欲界的道地减完了啊，那么就是减到八个行啊，减了两个圆，上界道地之圆，下界道地之圆，这样子一直往内减，一直减，一直减哦，这个不能一细讲，就是一直减到最后到欲界的苦地下的四行啊，到欲界苦地下四行的时候啊，那已经是第二十九番了啊，苦地下的无我行。啊，欲界苦地下无我行，那是第二十九番，只剩下四番了，剩下四番，有四行啊。那么第三十番就减掉这个苦地下欲界苦地下的无常行啊。第三十一番减掉苦地欲界苦地下的空行，那么只剩下一个苦行。苦地下的苦行，已经三十一番的修观了，减掉三十一个行，减掉七个缘啊，减掉七个缘，三十一行啊，有二十四番只减行啊，七番减缘一减行，合并起来三十一番的啊，这个减缘减行。到了这个境界呀、啊，才到中忍未满，中忍未满了啊、最后剩下欲界苦地下的苦行，这一行进入上忍位，进入上忍位啊。那么这个上忍位修满了，在最后一刹那，这个上忍位的苦地下的苦行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刹那进入上忍位。啊，时间很短，第二刹那就证入次第一，次第一位啊，所以这个进贡持轴的那个进啊，啊，接下来的那个贡字就是包含啊数贯啊，贯四地的是十六行贯的殊胜的真理啊，进努力的往前啊，这个修观。往内一直减缘啊，经过这个三十一番的减缘减行之后啊，那么就是中忍位成就了，最后啊只剩苦地下的一行啊，那么就证入第一刹那上忍位，第二刹那就是四第一位啊，到了四第一位再进一步啊啊，就是到了见到位了，所以这个共。就是到了这个四第一的最后位啊，共字就是四第一位满了啊，持轴两个字啊，就是比方见到位，
剑刀了啊，持轴剑刀。为什么把持轴比剑刀呢？持轴就是抛出来了，已经出来了，进贡两个字还没出来呀，都在门上啊，啊，急急忙忙的想出来，进进出出困难啊。到了这个已经从这个三界的门抛出来了，驰啊，马奔走的驰啊，跑得很快啊。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出来了，走出三界了，已经超出三界的第一步啊，那是什么？剑道，啊。虽然是还没有真正完全出来，因为他还有修道位啊，可是到这个时候按照声闻法呀，剑道决定断烦恼，决定能够了生死，他只剩下七番生死，出国虚脱缘只剩下七番生死，所以古代有个比方说，好像一棵大树，这个烦恼好像一棵大树啊，您如果把这个大树连根拔起来，连根拔起来是剑道，是剑道位，拔起来那个树叶子还是活的，还没死掉，可是它这个根已经离地了，根离开这个地面，那么这个根离开地面了，太阳晒啊，它没有办法吸养这个水分了，那很快就会死掉的，那叶子就会干掉，所以剑道位就好像一棵大树整个拔起来了，所以声闻人修行啊，最期望的就是剑道，最期望的剑道出国，正出国剑道威啊，只剩下七番生死，七层天上七层人间，这七番生死啊，就必定会证阿罗汉果，啊，这个叫做任运，自然而然他必定会断烦恼了生死。那么剑道威，剑祸八十八式顿时而断，所以叫做持轴，啊。那么然后真出火贼，相真抛出火贼，前面持轴还没完全出来啊，到了真出火贼，出了火贼了，那就完全出来了，所以真出火贼啊，这就是比方二三四国出来了，第四国将出未出，一个脚跨出门线之外，一个脚还在里面，这就是二国三国啊。出了火贼就是第四国了啊，就是第四阿罗汉国，就思惑八十八十八十一品啊，完全断尽啊。所以前面方便品的句中里面说，到了这个时候四谛法轮转完了之后啊，那么就是即以阿罗汉啊，还有法身的差别的名字啊，三宝名字出现世间了啊，那么就是世间有五位阿罗汉了啊。所以叫做进贡持轴真出火贼，这一段文就是配合声闻位啊，由这个三执量四加行修行，一直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证阿罗汉国为止啊。那么这一段呢，要配合四教仪里面的声闻的修正的这个断惑的次第啊，从三执量四加行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配合起来看就会明白啊。那么里面如果要细讲的话，出国有出国的风味啊，有出国相啊，正出国，那么二国有二国相然后到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四国这个叫做四双八倍，四双八倍啊，就是每一个国位前面有相，前面那个香啊，有香道味道的境界啊，到了就是国啊。例如出国断见惑，要证二国呀，要断掉欲界思惑的前六品，思惑九品啊，啊，欲界思惑九品啊，前六品思惑就滋润六番生死啊。那么如果断掉五品思惑，到了第五品断掉了，剩下一品，这就是二国相。第六品断了，就是二国，啊。那么欲界九品思惑当中断了八品，三国相。九品断了，三国，啊。那么这个证到三国阿那含之后啊，还有上二界的八九七十二品思惑，八九七十二品思惑断到七十一品，四国相。
再进一步断72品的私货断尽了，81品私货都完全断尽，就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每一个果位里面呢有很多的分别啊，尤其到了这个三果的果位分别更多啊。阿罗汉也有多种种类，有实解脱啊，这个慧解脱等等，还有具解脱哦，这里面的道理多得很啊。天台四教与藏教里面的脊柱啊，四教与脊柱还有这个普逢记都可以做参考，就能够明白呀、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啊。到这里为止，三界火贼之内的30子啊，出三界了，已经出来了，都证圣果了，都是阿罗汉啊。那么这个世间就有3圣圣果了。那么到了这里为止，这就显示啊，用权巧方便引诱这些三界火劫之内的3圣根性的众生啊，已经成功啊，达成他的目的，已经成功引诱出来了。所以下面真主火劫之后啊，长者看到他的儿子们都出了火劫，那么非常的高兴。所以第四啊，那么后段呢，就是长者看到这个诸子们已经出来了啊，那么长者看到这个情况啊，甚欢喜心，那么就是第四段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是
慈三二，所以。
地方的